is Chris Hong. I'm originally from the US. I started learning Chinese in high school, and the more I learned Chinese, I realized that Chinese actually has a very long history, and the words had changed over time. And from this, I got very interested in the historical progression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I hope to be able to find some of the really ancient books and see what the most original Chinese looked like. So from this point, that's where I decided to today come to the National Library. Hello. 你好，你好，是来国家图书馆参观吗？啊，是。那我带您参观一下。哦，好。小吴，这是 Chris。哦，你好。哎，你好，你好。给他讲解一下咱们关于展品的一些介绍和知识。好，咱们国家典籍博物馆收藏文献的跨度有3000多年，然后上至商代的甲骨，下至民国文献。我们现在看到的这个展柜呢，是咱们国家图书馆最负盛名的文津阁四库全书，它是咱们中国古代最大的一部丛书，它的总数量有3万多册。 其实四库全书啊，它当时编纂出来是供皇家阅览的。我们国家图书馆把这些以前不为人知、不能为老百姓所看到的这些书籍呢，我们把它影印出来，向社会大众来开放。然后咱们看的这本书啊，是一本《三国志》。发现有人用红色笔写，对，写很多字。 有看过这本书的人，他可能在上面写一些他自己的观点，有一些标注，红字我们叫朱批。我这好像在旁边有点被切掉了一些。这个呢是咱们中国古籍的一个修复方式。哦，所以这些特别老的书，你们是怎么保护的这么久这么好？应该很难吧？一代又一代的中国人为了传承文明，倾尽自己的所有能力吧，尽量的把咱们的历史的古书很完好的保存下来，也能够为后世所用。咱们一会儿可以去看一下古籍修复技术。那咱们这边走。好，谢谢啊。I believe that history is passed down, but I realize many of these texts are thousands of years old. So at the same time, coming here, I also want to see how the library goes about preserving or restoring these ancient texts.来看一下古籍修复，刘老师你好这是 Chris， 他呢对古籍非常的感兴趣然后呢也想体验一下古籍修复的这个工作。就是拿到一本古籍呢，首先要给它破的地方要给它补好了，补完了以后呢要喷水，喷水要给它压平，补的地方高处的地方要给它捶一下，压完了以后呢再给它折上。 恢复他原来的面貌就行了。那您给 Chris 当一天老师？行，一会儿我可以叫你动一下手。好，我肯定会努力的啊！谢谢。这个修复的一个步骤要补洞，破的地方呢，我要给它补上，就是浆糊，粘的不要太多，是那个摁住了，这么一点一点的。 破得洞的这个轮廓给它弄下来，然后不好撕的地方就拿这些镊子，一点一点给它，哎，这样基本上现在行了。你也动一下哦，拿这个纸，对，可以稍微使点劲摁。对，我怕把这个8900年的历史是吧？对，这次哎对，那手呢摁着就你刚才补的那块儿，对。 大块的你可以撕，就是小块的要拿镊子。Taking this new, fairly commonly type of white paper and transforming it into part of a 900-year-old parchment is very exciting for me. Touch has been very gentle. We were placing it and making our own segment of this historical document. 对，好的，挺好。还是有点紧张。没关系，因为你头一次干。 补完了以后呢，咱们就要喷水压平。是每次补完洞都要喷水是吧？都要喷水，必须的。因为补完洞以后，它的浆呢，它一干了以后，它是纵涌的不平。咱们喷水呢，要喷水压平，就喷完水给它压上，它能平了。这个不是汉字吧？是吗？这是西夏文。西夏文是吗？对。这有点复杂啊！我好像看不懂这个东西。等于就稍微，这水不要叫它大，轻轻来点就行。铺一张，上面给它压上一张，然后拿手给它这么。那么大的石头啊！这有大的，还有小的。这一块石头多重啊？你可以掂掂。我还是还给您。这等于就是压它就是1-2天，给它弄出来就行了。一水不要太大，二呢时间不能太长，因为时间一长它容易就是天热闷，容易长毛。哦，还有长毛？哎，对，叫勤给它捣一下。嗯嗯。咱们练习练习，就是染纸，就是自己染的，按照那书什么颜色，然后配出这个色儿来。 这是什么东西啊？这是不是？这是栗子壳，那它煮的就是它的水。那刘老师，为什么你们用栗子皮染色？为什么不用别的东西啊？过那么若干年，它的颜色就浅了。煮完了以后呢，它这水呢，就是染出来的纸，它基本上就不怎么掉色了，几百年应当没问题。哦，那真的很厉害，真没想到我自己吃的栗子都有这个功能。它那个壳就是橡树啊，也可以煮出水来，也可以染，也是基本弄出来也是这颜色的。 像什么香山呐、八大处啊，8月底9月初，就是这秋风落叶，它都下来了。那个时候，我们就要去捡去，晾干了就行了，它就有颜色。现在你来一张，你试试。对，那边慢慢往下放，那边放下，哎，这边放下，这边哎往里拉，哎，可以放下来这边。行，这叫拉染。那个酱子，咱们冲出来的，咱们练习一下，好吧？好好好。这个呢？ 这是咱们自己洗出来的白面，以前就是几百年前，他们也是用同一个料，是吧？基本差不多。咱们补书呢，有时候要稠的，有时候要稀的，传下来了，觉得这么用是最好的。啊，没有什么新的那个高科技的方式，这个还是最好的。So they're actually using these very ancient techniques that have been used for maybe even hundreds of years in the modern times because they're trying to restore the text to the way they were before. It was in some ways bringing. Part of my modern life experience, in a way, attaching it to the history that we already have. 因为他既然喜欢这个嘛，相对来说是做的确实是不错的，必须有人要给咱们修一下。修的目的就是叫它更好的保存，所以他做这个，我觉得是非常好的。So I was able to work with one of the top experts in this area and gain a little insight into what they do on a daily basis. But I realized that to really become an expert and really accurately restore these ancient texts, it requires years and years of practice. 我们馆呢，现在这个古籍修复的人才，有3位。您的那位师傅就是刘师傅，他是全国的技术能手。我们就有一个梯队，然后就是专门为这个古籍修复培养人才的，形成了这种师带徒的一个方式，来传承这项技艺。哦，所以现在也有年轻人在学。对对对，是的，有，也有很多外国人在学，就像你一样的这种。 我觉得你们的这个技术真挺酷。对，然后你呢也尽到自己动手也干了干。然后这是我的一本书，然后我就送给你了，好吧？太感谢了，太感谢了，不客气。希望你就是以后有时间你过来。太感谢了，老师啊！好，谢谢谢谢谢谢。好嘞。您现在看到的这个呢？ 是光影流书墙，然后现在我们收录的是中华传统文化百部经典。哦，我真没看到。然后摸哪本书就会进入到最近的屏幕里，然后您可以在屏幕里进行翻阅。这些植物是什么意思？这个是中华典籍医药资源库，里面收录了《本草纲目》，然后我们选取了一些草药，而且还做了一个交互展示系统，您可以通过这个手机来看。 哦，这是那个 AR 是吧？对 ，AR 增强现实。并在中国喝几次这中药，我真不知道是原来是从哪来的，然后是什么过程的。对，还是有一定的趣味性的。I thought it really helped me experience the library in a new way. So I thought it was really nice how the library was able to meet the needs of different people. 国家图书馆适应现代的信息发展的形式，也是为了更好的让社会大众根据不同的需求，能够随时随地的进行学习。I come from both a U.S. and Chinese background, so I was always interested in China because that's part of my history, it's part of my culture. But growing up in the U.S., I didn't know very much about where that culture came from. Professionals and experts who are able to allow future generations to be able to trace the development of our modern society.